遇到怎么样？把这些串接完之后，自动帮我把它搬到这边放进来。那所以我今天需要几件事，第一个，如何把它们全部串在一起？你就 for i 等于1到 19， for j 等于1到 4， 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串接到 s， 所以会有个 s and s， 然后 sales ij 一个一个怎么串啊？这个没有它就串没有嘛，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东西，然后再一直串，全部串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串接完之后呢，第二件事怎么样？空白怎么办？所以你必须利用那个函数，可以把空白给去掉。那最简单的 VBA 里面有个函数，它叫做 replace。replace 就是说你给它一个字串，然后告诉它说你要 replace 什么。我 replace 就是一个空字串里面的空白。那所以你在那个 replace 里面的话，就给它双引号空白双引号啊，这边一定要有个空白就对了。它就会帮我把这里面所有的空白通通都清空了。那这个时候它全部都串在一个 S， 再来你怎么样帮我切到百家姓二啊，切过来的这个动作哦，就是用一个物件叫 switch， 这个好像前面有用过吧， switch 哦， switch 加 S 哪一个呢？百家姓二，所以你把百家姓二的名称写在这里，点什么呢？ select， 就是 select， 这是一个方法了哦，切过来啊，切过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刚刚的 S 丢给哪一个呢？丢给 range A1 丢过来就 OK 了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流程是这样的。那程式怎么写？基本上这边已经写好了。一回圈所有，二去除空白，有没有 replace S 一个空白，然后成为什么？没有东西，所以这个是空白变成没东西，然后再切到百家姓。